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收虾。对对对，要去我们。现在几点？现在一点半左右。有人在收这时阵的吗？那我们是早上收一次，下午收一次。对，一般来说都是早上在收虾啊。对对对，早上收虾是因为刚好前一天晚上网子放下去，对，那刚好隔天早上收，就到他的时间。那如果是下午收的话，就变成早上放网子，下午收虾。对对对，就清晨一大早放网子，下午收。那他这样不是比较累吗？可是他有些他早上他时间没办法配，可是他虾量比较多的，他要收两次。以前我们就是这边的农友就是会加钱。在六七十年代吧，都养猪，养猪，对，补贴一些，但是养哦是补贴的、哦，对对，以前，所以养鱼温是大户，养鱼温是主业，养猪是副业，对对对，以前，那、啊、他等于算，他就他没有务农种菜而已，要不然农渔牧他都包了，有些会在那个渔温旁边会种菜，种菜自己吃，啊，你家那么修理哎，农渔牧全包了，那因为我们。主要是要做活虾，活虾处理去冷冻，它的品质会比较好。那也可以趁在的时候，让它的肠米在水里面、桶子里面，让它有时间把它喊空。排泄掉。对对对。要先刮的好啊。对啊。啊，是要先包。啊，无先包，先包你先先。六斤十五六，几七斤？六斤十五六，几七斤？因为不错哎，差一两而已。差一两，还是把它往上加就对了。哦，这边总共有几个库拉艾修？这边大概有三四十尺吧。好，走，好，走，走，再继续。他现在在收那边的虾龙，这一个应该就蛮多的了吧？不一定啊，都这个是守株待兔啊，多少？反正就是放着。我笼子也放在那边，网子也放在那边，每天就去收一点起来，收一点起来，啊，在里面继续一直生这样子。对，它就一直养殖。那它如果小了，它就会钻出去。那虾苗什么时候放？虾苗大概我们是国历的三月底、四月初那时候放。三月底，大概三个多月就开始收。三个多月开始收。对，那我们大概两个月之后会再补一次苗，但是大概收到大概11月左右，那如果不到虾了就会清入。晚上的会比较多，因为晚上那个水池的氧气溶氧量比较差，嗯，然后有些体质弱的它缺氧，它就虾子还是很需要氧气，对对，然后它需要稳定的氧气的环境。你阿妹，你搞假钱阿妹，你哪变阿紧啊？啊，你转一下，转一下。嘿，哎，哎，还不一定推出来，太适应。你要那转，你个转一个吗？对，这个300。300个。啊，你转了就白一声。嘿。嘿，啊，来较清楚。看你嘴尾先丢啊，胃头先丢拢。安尼会使。嘿，安尼会使。确定。看要向确定。看你要胃头先丢啊，胃尾拢。我拢会使，啊，这壳嘞，这头壳在内底。但是我还是没有它快。我剥一只，它大概已经剥五只了吧？啊，这个这样可以吗？这样不可以。头要弄掉，除了以前是生产，还不用帮别人处理怎么吃，但现在你要处理好给他。这边牛蛙几只？哇，十只。哦，凶啊！凶哦，五只。无遐多。三只。二只公啊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开始。8只，太夸张了吧！你们两个是怎样？这还用数吗？这还用数吗？你要数什么？悬殊的才要数。姐姐，我看看。太快了吧！这个浆体大概虾仁75%，猪肉25%。哎，你完全不怕人家知道你的秘方呢？哈，这个是因每个人想要自己做，它不一样，都可以。哦，这个其实这个不难，这个我其实还蛮喜欢的。因为我很喜欢吃腐竹卷，
但是我包的漂漂亮就是几次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你不常包。对啊，来，瓦力，瓦力，我跟你讲，他们在放一尾虾，这个虾，哎呦，我要爆浆了，太多，你比较大气。当然啦，来到产地了，还不赶快？但是这样会不会不好煎？会不好煎，你选择不漂亮不好煎，你把它修饰一下。把它修饰。母士哥说什么？更专业的我要来讲，母士哥说什么？热锅冷油就不粘锅，所以你现在这个油一定要够热。哇，哎，你包的有破哦，那是你今天的技巧。嗯，我刚刚在翻都没有破哦。真的破掉了，虾子露出来了。没有关系，就是要告诉人家里面有一只虾。虾的。哎，你没有这样做，有些人还不知道说里面有虾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同事同仁，大家都很喜欢吃，所以我们都会去开发一些东西。好，那我们的缺点就是我们的产品价钱比较高一点，偏高了。因为我们是先开发做到好吃，再来回推我们的成本，再来做定价。现在的社会，你只要不是一个天价，那你又可以吃得到食物原来你想要的东西。如果是我啦，客人接受度还蛮高。对，如果是我，我还是会选择哦，我要挑对的东西。我们的所有产品调味料就是家里婆婆妈妈厨房会用到的调味料，好吃，这个好吃。像我们这个鸳鸯虾饼就是全虾仁现做的，它看都是红色的，对，红色的，好漂亮哦，有看到吗？这是全虾仁，当时候做这个是为了要跟市场有差异化。我好像在吃虾，对，当然是吃虾，它整片的，你咬下去咬到都是虾哎。我强调一下，千万不要加调味料。对，如果要沾酱，强烈建议你就买一般的虾饼就好，因为就吃不到本身虾子的味道了。以你从小吃虾吃到大，什么样的口感吃到你嘴巴里，这个虾是一个正确的口感？有点弹性，有弹性，不是脆哦，好像吃蒟蒻一样，不是？不是。然后有汁，有甜度。甜度的，对对对，要有这样的感觉才是对的，对，才会符合你的标准。你用甜筒皮，然后这里面是虾面粉，虾粉，我们自己做的，自己做的，为了让饼干有虾的味道。是想做这样的东西，客人建议，然后说你到米家再喝，他们都不会都散了。哎，你都在满足客人哦。做生意最简单、最能赚钱的方式就是客人要什么，你给他什么。什麼啊，这对啊，好科技人的说法，真的。对啊，是你要什么，我给你什么，我想办法做给你。香哦，好了，给。啊，怎么想说把它卷起来？卷起来口感比较有层次，可是其实我个人觉得放凉的比较好吃。外层有了，有一些地方有。甜筒皮有虾的味道哎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如果我是你的同仁，我还会建议你一个事情。什么事情？你就真的把它做成甜筒，外面呢再给它冰淇淋。我跟你讲，会很好吃。OK， 满足消费者，谢谢。这个地方哦，好多鱼纹哦。等一下，哎，阿力大哥，哎，这刚好我们今天约的，对不对？嘿，哇，那你在这边都是在做养鱼？龙虎斑，龙虎斑，嘿，台湾呢，有一半以上的龙虎斑都是吃的，嘿，拢吃的，一半以上安拢吃的。为什么是这么吃的水较好？嘿，还是这水较好，啊，伊这较无污染，啊，所以伊遐钱来哦，安刚刚是遐吃的，加加乌。阿哥也把底拍平。等一下，我带你去抓那个龙虎斑。啊，嘿，龙虎斑，嘿，自己养的。感觉今天会很累哦。要去做捞鱼。我是做鱼竿好啊。好啦。啊，大娘，他来抓那个龙虎斑。好，好不？先做鱼竿好。好啦。大头。嘿。好。你会使先鱼头用下。嘿，安尼切落。嘿，安尼。按一家，一家，嘿，嗯，去按背去。哦，
啊，它内脏拢无啊，啊内脏安等下，就遐切起来就是遮。遮遮是毋是爱甲弄掉？啊，遮即摆甲伊掰掰下去就安尼。哦，掰掉。嗯。哦。嘿，安尼。哦，安等等一下就可以晒干了。不错，这是阿丽的。嘿，这是我的。没啦，你也嘛太水啦。这嘛是你做的啦。啊，咱即摆就用迄落盐安尼等下甲伊刮干。好，来。水干。来搭搭安，咱食搭搭安。哎，盐盐用介少呢吼。嘿啊，咱唔免食甲迄落，因为这鱼啊本身海伫海水就咸咸啊，都咸啊。哦。安尼。好好好。安尼爱烹偌久啊？差不多一两点钟就会使啊。一两点钟就会使。嘿嘿。哦。因为咱那一个风有无？刚刚进个风，咱看下就安尼。好 ，OK。嘿，咱即摆咱就该挂掉。嗯。掉落去。你台语是等于学一下，那才好。安就使啊，安尼就会使。嘿嘿嘿。好，安来要调动。那你安他起来遐调安尼。哦哦哦哦。好，好，好。来，安今麦来钓那个盼蚝啊！刚刚我们处理好了。这样就好了。嘿，这样钓的。哎呦，刚没落去。没。还有佐料和水，你看哦，它这个已经有鱼油了，你看，哎，还有鱼油啊，哦，刚才真赞的，这才假的，哎呀呀呀，鱼油，甘甘甜甜，甘甘甜甜，嘿，好吃嘞，未歹。小时候晒鱼干是为着爱保存，嘿，啊，都主要按讲的，较早鱼无，我来讲迄阵的时代无，较无啥推广，啊，就是讲的，你会使做这吼，安会使干，你坐啊，安尼快去等下你干处理解好，系啊，好，两点钟再来，两点钟按遐来收完就好啊，好，啊，阮即摆来抓龙虎斑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屏东呢是石斑鱼的养殖大县，生产的石斑呢在世界上都很有口碑的。而阿丽呢很超普的跟我们说啊，在他们的南屏半岛上面养了龙虎斑，更是台湾第一定的石斑鱼啊。吃到的人呢保证老定就老卡，阿不就阿爸不幸哦。他说你等等吃吃看你就知道了。这个鱼太大只了，嘿，龙虎斑，听说龙虎斑是派的哦，该派，我派，叫你派，有够比你派，无，有我派，有我派，安等下来看卖，较知。没有，嘿，你阿公伊小时候就会互相咬啊，嘿，小时候伊就会相咬，为啥物？因为有诶，伊刚刚伊食无饱，哎，阿姨就会相咬，啊，嘿，等于说我跟我弟弟以前小时候，我拿腰我就吃弟弟。不会啦，阿弟，你就会相拍咧，哦，就拜，所以可以活下来都是足厉害，足厉害，因为第一天足惯诶，因为伊讲诶较白，伊食较有。哦，嘿，安尼，啊，伊讲的，等下安买来，你也是讲的，伊大只，嗯，吼，啊，伊也一只，伊就做王啊，嘿，安尼，伊也较大只，做王，哦，啊，较细只，伊就爱当边啊当大只，就较巴，哦，啊，细只较干哩，所以讲，这个困难嘛是一个社会就对啊，嘿，好，来，行，用这个，嘿，啊，用这个。你不来，嘿，用这个你来，啊，看安尼运气啊，安尼，这个你不太运气，你俩也太运气，看运气我过生日来送啦，看运气我改来就啊，今天呢，最高那是有大只你来，细只就未来啊，嘿，对，细只就未来，会惊，哦，愈大只愈歹，愈大只愈歹，安尼，啊，这出来五只，只五万只。五万只，嘿，哦，哦，还是袂歹，真的是五万只。我好期待龙虎斑要安怎食，嘿，阿姨这肉是加解乌啦，来啦，我来看，好啦，安看，问题。哈哈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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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的运气很好了哦，哎，安那这样算大只吗？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啊，我有看，这肉是真正水的，它是软的。哎呀，我不要看肥多有够。无，你别吃你啊，你啊，安尼。上次我好像跟李毅去，李毅说抓鱼好像有个方法，它就不会乱跑。哎，安尼，哎。你袂使抓伊，只你哎哎哎，到咯。
龙虎斑大炮。预备！哇！也也减水都有够啦。真正够唔够？有啊有啊有啊，有来你唔够啊？有啊有啊。哦好，行行，咱等下再来家己吃，伊个肉介 Q 介好吃。哦，好好好，行行行，啊你去处理，我去处理。处理好了龙虎斑呢，刚刚制作的鱼干呢也晒得差不多了。阿丽说呢，这种鱼干呢在当地呢是最好的酒配了，用炭火简单的烘烤，很快的香气呢就弥漫在空气里。天哪，快来气化麦！美味的佳肴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刚那个晒的鱼干，你来看来，哦哦，用手用手啊，嘿，上大只，哦上大只，拔起来来，哦，啊饭用一个咧，你一个人就安尼，有有有有。啊，你几岁？哎，啊，胖胖啊，呢，气味歹吧？袂歹。哎，啊，等下，单汁太咸，加上一口饭就刚刚好。哎哎哦，啊，那我们这龙虎饭，一口饭还很咸，要两口饭。两口饭。但是他们说啊，现在他们比较注重健康，所以那个盐巴就一层而已。这是我们刚刚抓的龙虎饭，就是假啦。嘿嘿嘿，啊，你加一两吼。其实啊，他这样子蒸完之后啊，我就有印象了。去喜宴的时候，一桌如果25,000的话，都就有这一道了。啊，哎，这肉解 Q 啊，解 Q， 嘿，伊个咸水都有够解 Q 安尼。嗯，好吃。啊，而且它的鱼皮上面又有胶质，你看你有没有？也有胶质盖污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像你就是第一次来到这边的时候，这边的环境让你的感觉是什么？为什么会让你毕业之后就想要来这边服务？其实我们的工作会很常需要跟地方居民去接触，甚至去采集他们的一些故事等等的。那跟他们对谈当中，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更了解跟认识这个地方。那越发现越认识之后呢，你会更喜欢这个地方。对，真的，你越深入越挖，你会发现台湾真的是个非常非常棒的地方。我们有很大的城市，但是我们有很淳朴的乡村，它就是一本很扎实的一本地方史书。按赞、追踪，还有。分享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追踪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内容哦。